我已经在山顶缆车了。Thank you.
我现在在商顶刚下缆车，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从这里一路滑到最下面？对啊，我在最山顶啊。我会直接在最山顶等，因为我等一下滑要几乎不停的一路下去的。走，你滑几趟啊？滑几趟？我才滑一趟啊，因为我从那边下去。
很累。你去马斯贝尔？对啊。我现在就在中间再上来了。这边没走过不敢走，上级者。好。今天要下去的。这一趟就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。
对啊。啊！你就休息啊，我现在就在慢着等你啊。我只是慢慢的动而已啊。
停住了。
看不到啊，雪地上都黏着雪。Hey, you again. Hello. 宝藏啊，他不是周杰伦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讲英文就要讲英文啊。好赞吗？你觉得？好赞吗？不好赞，那你就等着挨屁股吧你。有没有滚一滚啊？你下来的时候有看到 Stanley 他们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不知道啊，阿菲有从山顶带下来，然后大概在汉堡王的时候他很累了没跟上，那我猜他来得了这里，我就先下来。而且下来才粘雪镜呢、欸，粘到不行。好了，我找给你看。找、哦。你卡给我看啊，你有办法你就站原地啊，站，站原地。站，你看坐下来。站原地。站原地，站原地。顶住啊，顶住啊！哈哈哈哈。顶住，顶住。Really? Because maybe a week, that's all. 等一下，你两次都往前倒，就会怪他卡住是吗？啊？就要怪他卡住。啊？卡太前面卡太紧，就往前倒。对啊，就会怪前面。其实我是觉得你不够往后翘。有办法？嗯？没办法，哎，不断的，这时候只有大腿肌比人厉害。你输你姐啊，你姐比较会卡，你比较不会卡。你的高飞没有你姐卡的好，你姐就是奋力卡出去啊。然后你的话就是不够翘，老是被前面的搞，还觉得血太多。然后你为什么要松开？因为很平啊。到了，要走上去吗？没有，我在休息啊。讨厌。我在录吗？有啊，2小时25分。但为什么他说我红灯没有在闪？太亮了，看不到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看得到，我看得到。嗯。两个不见。那雪挡速度慢啊，这边不好滑，上面没有下降带，上面好滑，可是不好滑。哎，所以，
走上去了。那家。什么？就那家什么小屋的那家。黄色小屋咖喱啊，就知道啊 ，OK 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先去啊。好啊，先去。先给你要不要？哎、欸，不用啊。对啊，我们都十二点半，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是半夜。那待会吃饭好了。是啊，就怕他开的。应该要了。好，那要坐这个缆车上去下来，刚好可以吃啊。他们都没有自己休息的啦。知道啊，你们饿的话就去吃饭，不饿的话就继续滑。现在几点？十一点半哦。还可以再滑一次吗？随便啊。雪好大。要吗？去滑。11:40哦。那你先往那边去啊，你们走比较慢。反正等一下滑刚好可以滑去吃饭那里啊，我们要滑去吃饭那里。上去滑一半下来吃，在一半的地方。他们呢？他们还在上课，他们还没下课，他们下课了才可以去。滑一趟下来，我们去餐厅等啊。
好了吗？
重心没有移过去，重心呢、啊？重心，哎、啊，停，停，停！要去哪里？在哪一边呢、啊？是我们还在中间，还没有到，快到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直接过去吧。在这边呢、啊，吃饭这一间呢、啊，黄色的。披萨这边哦。对啊。他们走过来了。这里黄色的。双鞋铲进去，铲。靠！没有人啊！
所以 ski 没有用的啊。啊，我忘记查回去的巴士是几点了哦。四点啊。还闹脾气的。不用理他。他等下就来了。一块有需要更有心得的吗？嗨，阿里嘎多，哥桑，这边。放什么？放卡。这家是什么放卡的盒子？不用啊。几多久？可以多久？我们从来没有录过满过。但是我们今天上课完整复了10点。我们之前还有8点开始，8点多开始。很痛哦。对啊。我们停下来哦，没有休息。想要上课就完整，你帮我换一张卡。好啊好啊，自己可以。我们全家宿舍够了，对，我们宿舍够了。那这给你，要不没有给点？害怕了，上不住了，那我们两个坐那里。用不用啊？可以吧？那人又不用很多。不要了，坐舒服一点啊。还是要坐那边？桌面也管线，坐舒服一点。对，走过去。那个位置要不要？他不想动。你不想动，那我坐过去。啊。从一开始就先。
放到这个手从下胸碰到这里，然后我现在是整个其他地方的其他地方三分钟，膝盖一直酸，的害怕，直接血光头。怪天怪地。老师说你们比较厉害，十一点就上缆车，我们大人不能上缆车。大人并不住，锁不住，心太高了。牛肉咖喱，牛肉咖喱，汉堡咖喱。要看英文比较快。什么？英文比较快，感觉是。他们做这吗？还是要做这？汉堡牌咖喱。你就是看英文比较快。我也好渴，我点给你。这都没喝水，没就你要汉堡牌咖喱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你要吃咖喱，还是吃披萨？对吗？不要说什么，谢谢你。我记得它那饼好吃哎。啊，就上面啊，然后你看牛肉汉堡排。Curry and the nuts。对，我喜欢 nuts。我想要吃咖喱。你要吃那个 loco moco 吗？哎，它放在哪里？我想吃咖喱。哦。要不要吃那个？就是没有饭的。加猪排堡。加一个那个味噌饭那种。斑斑猪排堡。过。稍微点过了。斑斑，你跟没有，那就这个跟牛肉咖喱。好，配那好不好？确定确定。没了。那你要多点那吗？我要。因为这个没有吗？还是？哎呦！有病了，他把你选一下。你看大家都这样，他的蛋糕是他们做的的话，我觉得要如果是买来的就不一样。我要问自家制包的，希望台湾会这样。手好美啊！我想看一下。Berry， 你看好了。我就叫猪排。Happy set， 一百块。哦，你跟弟弟共享。不行。Tastically 是不是 Tastically 好有饭，没有，讨厌，不用酱茶，它就不会有那个。哦，共同保利，我是那个变多，我是来表对啦 ，Tastically no cakey this car。是旁边这区，不遥远，是有后一点。往后那边。你们好了吗？我要吃那家，我想吃蛋糕。牛肉咖喱，我是最后。你们吃什么？啊？一个这个半熟蛋加汉堡排。你说一个这个菜。我们一个这个一个牛肉咖喱，那你这个要不要配饭？可以啊，牛肉咖喱是这个。其实他没有特别写牛肉，那就是牛肉咖喱。すみません。他以为要点餐了。このケーキは手作りですか？あ、これは。ない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就不对。不好意思，都只有东西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啊 ，beef curry donut。要求什么？哎呀 ，loco moco 啊，ご飯ありますか？不是吗？我们那个汉堡包，因为您汉堡包。我跟你们玩家来，汉堡包来了。嗯。我跟同学去。啊，就帮你退钱。啊，嗨，我最容易是那个。加饮料省一百，但是饮料多少？都最多啊，三百省一百。我想喝饮料。要吗？要，我要喝，我要喝。对，我好渴哦。我也好渴哦。柳橙汁还是？柳橙汁吗？对啊。那我要柳橙汁。都啊，再多orange juice。一緒です。
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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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Berry， 你是什么？就普通咖喱饭，这是汉堡吗？汉堡还没点。要不要？快点啦！普通咖喱饭。普通咖喱饭。Curry with rice， 你要辣的吗？你要辣的吗 ？Spicy。快点。看看。他没有办法这样选。这是原因蛮好的 ，Air Golden。然后你说你要什么 ？Air Golden 都比较贵，还是你要可乐啊？你要喝可乐啊？我想喝可乐，我觉得你比较贵。One Coke。One Coke。所以你就喝，只能跟妈妈吵架，所以没喝。点一个就好了，很贵。One Coke。你们家吃两个有什么关系？你就点两个，你们家两份钱呢。你帮我听。你有没有听到啊？你还要什么饮料？没有，就叫一个 Coke。那你们给他们先多加一个就好。我知道。塞不进去，塞不进去。哎，这边好像比较高吗？刚刚塞到一半卡住。这边有空吗？阿伯可以。OK OK。等会再提跟放一起的。对啊，你们不要 cake 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吃蛋糕，我需要甜食，我很累。你没有力气了。我很累。我因为快速解决他们。那你想过一个？好外放。包包可以拿下来，带走拿走就好了。阿外放很多。你要帮我换卡吗？好，这样可以带走。我快了，谢谢。教练问说：“你有在护膝吗？”我说：“有，但是是那种有钢筋条的，对，我是护着脚的。”你手不会来呀？那你以后还要用学这个吗？就学学看嘛。不是啊，现在已经开始了。那你说接下来你还要吗？接下来。没有，就跟教练说，我们 ski 是可以滑马自备，但这里好孬哦，好弱哦，学不会。对对，我说虽然马自备也是滚下来，但是我今天是马自备，就觉得我昨天练的完全也用不上。是不行哦，罗山里耶，我赢了三个。我练的门头大概只有这样，这样而已。然后他们其他人的那个路线啊，他们用的那个力道啊，跟速度是这样。振幅不了。对啊，我没有那么有啊。所以用不到。你就跟着下去练。你怎么跟得上呢？所以你怎么下来的？我就要咻这样下来。对，只是就很安全啊，虽然不甘心就跟我下来了，然后又很累的。那也差。好了，我已经决定我现在我的课题了。那我真的可以真的用自己的速度从头滑到尾，但是我觉得也没办法从头滑到尾。中间汉堡王那边还要推，有够累的。学太多，学太多。对啊。我吃。完蛋了！有冰块啊！我不能吃冰块啊！给哦。别再秀了，不如去拿那个，去拿个擦桌上。坐上眼睛擦一下，你不要挤好不好？学一下吧。快要不等你。有啊，柜台上就有汤匙。我要了。
不用再病回去了，我刚都快要翻桌了。他有点症状，大喘气啊。症状。快帮我换卡片。好了。Barry 可以帮我拿一块冰块吗？可以啊。他很大块。这个很小部位，都可以放进去。真的，今天的红线变成是绿线，很缓，对不对？是啊。我来救你们了，哦，睡衣。我杀了下一个，可以吗？杀了一、二、三、不要四，快点。不是吧？录了，还剩两小时58，你课不可能上三小时啊。我看，你不可能超过三小时。那好，那这样够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六小时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确定哦。对啊。又不是我抠，就只是。确定哦。对啊，只是到时候我那个 copy 比较差。我们一点上课，不上3:30啊？2:30够哦，6小时哦。不用再收了。吃饭我就要我纯粹是累了，我就觉得我要多吃点，上课的要多吃点。我这边装到这样，瞪回来的样子。一开始才开始上，进不来。然后我们的同学是一个。他是脚踝，他在做半导体，然后就说我的先生也是，没关系的，找不好根本就认得，然后也常常去接生，这公司好一个产业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是一个集合了所有危险的东西，新加坡、新加坡加东京，新加坡，其实表现也还不错，不过人很好。嗯，有些老师说了一句什么，他就说啊，这不就跟你叫我打拳击，叫我说不要被人家胖吃到一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样，然后很好笑，然后我们两个自己摔倒都会在那大笑。然后杰说他在赢，没有。还浪太强，然后我会晕车。他这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啊，我就觉得你弄得比啾好啊，啾的话真的一直卡水。不是，可是我的动作很拙，就很像，就说不怕跳，我怎么会晕车？那你改去滑那个。我要去上厕所，你说我站不起，换我出去，你侧身一点。有啊，没办法。老师说，他还要问老师说，想都不用想。他问老师说，老师那个他们两个学起来跟我们两个怎么样？老师说，我他们11点就去做了。你小心你说出来，小心你开始。他们有鼻子啊，而且个比较小。我也有一揪他的鼻子啊，地也学很久吧。结论就是实际毫无帮助啊！没有，大哥来，大哥定两只。哎呀，连拦住我。不过还好，今天雪真的够多，摔起来都不会。李阳来喽！李阳来喽！李阳。我只有碰到李阳，其他人口会痛，其他都不会痛。好帅！谢谢你。我在上面，视线好。没球。上面天气很好啊，风很大。没有下雪，一点点摔，飘雪，一点点。我有的是被，我没有，我在，我就是那种。
我们要做的是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。我完成一个点的。四点四。两点、三点、四点，各一个。我要上三点半。那就是四点十五那一班。好。第三，然后回到那边也是一样。你要上广州老换车啊？哎，不对，那个就不是哦，那个的话就基本上，那个大概是十五分到。看一下嘛，那我们就要等45分。反正那边都有车可以回来。对啊对啊，从广州啊，这也就是早上的车啊。嗯，那回去就这样啊，两点三点四点，因为我们上到三点半，我们就搞到下课就对了。对，搞到缆车停。真的好，是一块样的吗？弄起来。那是歪死了，那是不是？啊，丢错了。嗯，就是我还是没上他的讲话。你不要把主要下他稍微停了。这样子，关系可以吗？关系。这没有进流量，不是你。不是。那是他的。那我等于不聊了。关系，小心哦。关系可以吗？谢谢。关系。多少鱼吃了？你们还要问是什么呢？啥来着？给你们。广告死了，烧不了。你要不要多修那里？你要放下。吐吐吗？哇，全死。加油！哎呀，我承认。加到你一样，麻烦。嗯。嗯。哦，是你的。我怎么感觉？胸口这里哦，哇，好强哦，八冠强，我最后还丢不大头，我不想干，我来一个，过近一点，这里有个吹泡泡来呀，嗯，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四十万头，四十万加，多少？哇，比较稳的，还蛮快的。我记得乌鸦的那个能量很，怎么可能中鱼？便利爸爸。也是汉堡。我换小伙看看，你的。哈哈，我这里是亮面，从我这里拍。不想要吃哥哥的，不想吃你们两个公交这个。一样好不好？不想吃这个。好，我们要播一点。可大很浪费，嗯，你这个浪费，你浪费很多次，对。帮你们拍一张，那你们跟爸爸这样子，在这边，爸爸当他们的背景，推过去一点，我的椅子，我的椅子，不要掉下去，好，一二三，不可能。你们好几次有没有算？开始吵起。你们有没有算几次？是两个。你的花了几次？四五次了。是哈。因为水太深，你们喝。可以吃。好。你有消毒握手吗？先可以消毒。行。握手。你有吗？有啊。舅舅赞助。舅舅。舅舅，现在要坐那么久。没有，现在练习，先蹲下来，然后再摸。好，你坐回去吧。反正我现在听到过这些，我现在是练习蹲下来，然后摸下去。哦，我有看到了。你等下再做一次，长多少上去？练习都一直练到。对啊。我没有跟你的时候都一直成功，可是跟你的时候就会紧张紧张。可以啊。
我拉过来一点哦。丹丹帮我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么近了、哦。哦，那边就进不去了。因为我觉得，好，他要他进来之后再拉。因为我觉得我离桌子好远。哦。我怕我会洒满身。哎，爸爸都没有肉了，爸爸好可怜。不好吃，这皮色是什么样的？就是那种菠菜刺。哦，不要来看这个，我不要吃，我不要这个好吃。这个我还没拍照。那个蒜我不用多一点，你要再多一点吗？都放多哎，你要酱多一点，还是放多一点，酱也多一点。然后再加。我要加一个，很辣，谁需要消毒手的？我帮给他弄。妈妈可以吃那个，可以，你要哪一边？这边。哇，我想吃，小泡泡。你要沾那个酱？还是点一个辣？沾，你沾爸爸的。我的辣哦，我的也是辣的。我也要。好，来，我是他。那你沾我的好了。还是再买一块。好，再买一个。我怎么拍糊了啊？我觉得我拍糊哎。啊，这糊这叫到一圈。那是。切，累死我了！今天还想不想学学吧？我觉得还蛮好玩，可是要学会控制力。不是，是要让我先这边给你加。我站不起来，好，好，腰低腰。好，可以吗？我说好。你跟美国人上了。这边，这边，一二三。Oh no.你自拍呀、啊？你叫周少云啊？我手是，我手洗了就可以了吧？我也有用干洗手，我要用手吃。你用自拍镜没带、啊？还是用我的？我有，拿一下，敢做敢做。刚刚还看你换，怎么没有你呀、啊？不要沾我的，我都快被沾光了。来，老板，我给你吃。哇，这里啊？是啊，我好像不会。我你看碗不碗啊？我帮你多加一点。不会辣吗？我们那边还有一点辣椒。好，你可以沾了。再过来，过来。好吧，好吗？谢谢。我也有咖喱酱，就是你看有一点干，干很香。就是你跟妈妈哪一个比较简单？妈妈吧。我看这就是我，因为就是跑得比较快。但是我刚刚我很硬朗，太强，我转不了弯。那我就他说是压膝盖吗？他就说去旋转。我觉得别人的用词我听不懂，我就没办法理解。那我快拒绝是不是压膝盖？对啊，我们的教练。往上压又往外压。是上半身朝前，不是啊，他是说膝盖，是压膝盖吗？还是转膝盖？就是你说转弯吗？对，压膝盖吧。膝盖，我会滑，就是脚，你的脚后面那里，脚跟要抬起来，然后膝盖要蹲下去，这样子就能解决。跟 ski 一模一样啊，你这样是挺吗？放平以后，重心朝一边。我会这样正面这样。你会了？你刚练出来了。你刚刚有看到肌肉？会的，是啊，好厉害哦。两天而已。那这边。老板头伸出来。好烫。好烫。我眉毛刚才小的。太烫。
爸爸是大，你吃了吧？嗯，你这样吃了吗？这样吗？就拿着，就会给奶奶他们看。什么东西？你的照片。对啊。你要给阿妈看吗？阿妈。他们都不在看，他们去游泳馆，他们都在聊天。看手机，滑手机。说没有人在看，只有一点点人都。好好的看。这三姑在看，跟浩浩在看。其他人都在看手机，所以就加一份餐的啊。就你配掉一个，只配掉那么多咖喱。真的沾不到多少哎。对啊，我都还有一大。我当然有蛋糕。是啊，可是你这样沾，沾不太酱，然后我拿去沾饭。好。来、嗯。那你就要吃慢点。不过我搞不好。我吃，我也是剩一点。我搞不好真的有玩 snowboard 的天赋。你知道吗？手指那边，然后就忍住一直玩。我就在后面一直笑。是我的板子已经学那边，我要去那边，我都去不了。超笑。好，你说教练叫你这样，会流眼泪干嘛？就很白痴，就觉得自己做不出来，很气呀、啊。我们一开始是这样啊，一开始是不是叫你推板子，然后爬山什么的？嗯，好累啊、哦。跟你叫我一样举起来，我根本举不起来，我脚太酸。跟哥哥上车，哥哥都很快，就推着板子往上走。哦。哪里有追焦的那个？嗯，还要吗？因为你们卡雪不到地。是辣的。我的汤汁比较少。那我们的是不辣的。但我现在是辣的。这个饼好吃。嗯，这饼很好吃。就像现在，我就可以理解。会挖也咖喱吗？你就挖。你先挖，不就不好？我们明天换一个雪场。明天是元月。明天去一个新的雪场。有哎，那个啊，路线吗？他整个还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是没错啦。那就你带他们下山。为什么？那你要去哪里？我也是下山啊。那为什么是我带？我走快一点。为什么？我喜欢瓦斯诺布，我也好喜欢。我喜欢瓦斯诺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摔的，我从这后脑勺会上。后脑勺比较危险呢、欸。我摔后脑勺比较危险。你要喝吗？那半罐了。一开始吵架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叫哥哥等我，然后哥哥就回头，然后就在那里打，然后在那里还要灌你。嗯，还是吵架。你怎么了？就一直在喝可乐。你怎么了？因为刚刚加一支香。我喝一杯。你看起来像周杰伦吗？有一点。对，你拿起来是不是像？像哪一个？所以Joe才问他说：“他们。”请问你是周杰伦的弟弟吗？我是真的有点像。嗯。可是你有周杰伦，我想说我们大人领悟力应该有比较好，但是做不到的呢。就你觉得他像周杰伦吗？有一点点。他真的打开了。我们应该是这样差不多吧。他头发也是。我们两个是这样差不多。他要打开电影看过吗？他今天都没有戴眼镜。你先看有没有。他没有打开啊。哎，你在冒。他嘴巴没有打开，那他头发的话，头发第一张头发，没有，他都在外面呢、啊，我不像你们有都去里面吃饭，我都在外面。那你们家这样，刚刚讲，我没有水。你跟那个就你们接下来可以休息，然后你们说你们就会进去，然后你们可以喝水，那他就脱，他就下来，那你们就会看周周先生，周周先生不会看的。他叫 NG 名字记性很差，一直叫对了，我叫 NG， NG， NG。记性很差。是他的助理。叫阿 Ben 的。叫阿 Ben 的。那给我大了。嗯。后面说不这样，他这里。哎，不对，是你。好啊。好啊。
你要来继续在这边滑是吗？嗯，不会去那个比较上面那边，那个不行，会可以。试试看，你要降吗？刚好。就往那边走，就往红线下面那边撸。好吧，我们那边滑红线下面那边，红线的下面那个。你要跟我上去？没有要上去，红线下面那个。是啊，红线旁边那个。旁边。下面。我们再滑回去吗？再滑回去。对。你要跟我去做感受啊？没有，就是。我坐这个缆车在滑过去这里，然后就上去这些。那你可以。你有照顾好弟弟哈。嗯。我老公在那里，对，就一开始有吵架。对。他开到维京来了，用狗的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，然后教练说你们反制，哦，对，要反过来摆，如果万一造成别人受伤，要抓人家，这个要赔人家的。就刚刚你好像有发生那个，有人没有？不是有人去捡，帮他捡。反正不管怎样，你下的时候板子就把它带过来。因为铺完了就不是。对啊，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你知道吗？哦。这个才是自家制，那福利，自家福利，自家，你要吃这个，不要。后面有没有吃比较少，再给你一口。喝完了。我自己做。为什么给我肉跟饭？剩下的给你啊，剩下的，我要剩下的给他了。他我的饼啊。别让这个冷。没有叫叫了，等下就会来。第二个，这是第二个，这是第二个。两个都我的，没有吃不完了。等下就会来，没有，已经来过了。他知道我有再叫一个，可他没有发现他瞬间消失了。不要，你好正气。那宝砖那个酱也很好吃。300了，这边。这上面有写。300而已。300。再叫一个，酱还有。那就叫一个。因为你们一直把我的那抢走，那都他吗？哦，这什么？不用你们的吸管。这什么？柳橙。不要。好喝，还不错。好了啦。好，真谢谢。嗯，你赶紧吃饭。年月女的我。快快点。喝更快，喝得吧，解释一次啊。啊？有没有我？不能打，那也不能打。我有一天也酸，我真的想打。你真的是？我老师说不能打。他们老爱吃。我两个，我两个。不会到最后你们三个都滑雪？看我今天上班的结论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家都要去丢汉堡，肯定是丢的。丢梦，都让你
我们十点上课，对不对？上了一会儿，到哥姐说接几点呢？姐说10:07吧。我说怎么还那么早啊？怎么叫怎么还那么早？就觉得已经摔很久了，很累，很累，怎么还11点出头？笑死了！就是我们同学才上到11:30，差不多。他就说不行，他太痛了。所以他会死硬，他也是死硬，然后受伤。你是滑雪说受伤，不知道是不是滑雪。哎，你还没吃完，你快吃，就是你，你快吃，你还有酱哦。他是要沾那吗？就是要沾的。哎，是那个芥末。对啊。好吃还不用，为什么会说？为什么？刚才不是一个真的好痛。就我们上一班来看你们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闹脾气的时候。哦。大家好好玩，不要闹。你自己都知道你在闹脾气，为什么不能控制？不知道。帮我给你好不好？我就放在那边，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。OK， 应该在我这种弟弟不会，我觉得还是很好吃。我注意那个有没有来，我只是来吃。可是坐在我来，我都还怎么可以在滑雪？搞不好在最后一次滑雪就是在你成功之前。嗯。如果你没打我的话，我还可以跟你走一圈。好。你觉得他们怎么可能在寒假期间找到志贺很便宜的？原来没有，没有啊！志贺一定找得到很便宜的，真的。他怎么会去志贺啊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太丢了！看不到，耶耶！太神了！我说不要玩那个，那海盗的，我已经吃蛋糕了。老麦跟他打谁？可以借我丢，只要潘子借我丢。老麦跟他打，然后还要单子，还要再拍一张，拍一张。拍什么？不是他们家做的呢。我拍呀，我拍在一起传给你。但是我这次拍老是谁做的？这个不是谁家做的。他有在外面买的。吓死我了！我刚想要洗手电筒。那他这有在亮吗？用管他，你为什么按了一下把它打开 ？OK。好了，我喝很多了，给你。你还是把我拿拿走。你声音也在给我。我吃了。好。我给弟弟三，你不要给弟弟三，你最美我哥哥身上两个。
好好吃的。哎。妈祖绕境会延期，是哦，那很危险，这么多人这样，妈祖会保佑。Yeah. Oh. 两个刷不开，刷不开。嗯，很好哎、欸欸，小心手，擦干净。但是我不是可以的，悠悠。哎，不要！哎，四十八楼做事情。好，我要去上课了。四十八楼。什么事？我们一点要上课。啊，是啊。我们一点要到坡下面去，我们要这样撸撸撸撸撸。那这个时间差不多了。对啊，休息一下，再给我五分钟。好了，我就自己去来滑一趟。搞不定呢，搞不定。所以你会觉得今天来这里滑不好吗？也没有，我知道自己还是差太多。上面会雾吗？不会啊，怎么会雾？没有像八方那样雾。你猜八方有没有雾？他可能要戴黑顶。我发现我手脚快举不起来了，我这样举撑不了几秒，我没有那个力气去撑。原来脚这么酸。你今天我换衣服前一定要赶快帮我照相，应该就这么一次了。我刚刚不就问你，你说还可以。你说以后还要不要？对啊。我不知道我练不练得起来。我练得起来，我练得起来可以啊，两种都会，有什么不好？但是两种反应是很慢啊，两种反动，滑得慢，下车也慢。不是，我是说雪板的特性，雪板的特性，滑得慢，下车也慢。少数雪场才可以。就是有的规定抱着只能一个人做。为什么都不捐流血？借来什么东西？没，还好了。啊，有吗？这边边有一些黑黑。黑黑巧克力啊？对啊，巧克力啊。知道，有两间。你们可以帮忙过来，你们干嘛？你先站起来，坐爸爸的位置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这样子，我要让你出来，我要走。哇，这真的。照什么像？等一下我们在门口拍一下。哦。我没有传给赖明。看不到你啊。你说你有雪板照吗？对啊，因
有吗？没有吧？你有拿着雪板的照片？没有。他怎么一直在发热啊？他刚是没关机还是怎样？他刚摆着的时候一直在录，奇怪。是你要换壳。出少爷，出少爷，我好像是根本就没有听见。